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咻！哦，飞过去了哦，好厉害哦！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想讲啊，这间厝啊，因为真久无见遐老的啊，啊，等恁转去了，同款哦，又搁是冷冷清清。啊，窗仔咧下雨啊。算几工忝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先互伊伫遮困者，啊。好啊。来，阿妈，你遮困者，啊，困醒了，叔叔哦，叫过来算，啊。写出话呢，堂堂伫咧厝哦，伊从来都唔慢，参像即卖咧手搞了条条。阿哥在食醋吼。是啊。今仔就是安尼啦，无烦无恼，啊算点就困，啊困醒啊，搁继续算。无唔对啦，参像你讲的安尼啊。囡仔就是安尼，不管遇到什么烦恼，困醒了，什么拢放不下。那我参照咱，困醒了，就开始烦恼东，烦恼西。是啦，是讲你这做阿哥啊，实在是真辛苦啊，搁啊兼顾做爸爸跟妈妈的代志。自从阿哥教我那首歌醒了。堂堂嘛只有我靠我尔，好在堂堂伊先做把代志，照顾起嘛就轻松的。也毋过，我看堂堂以前了体谅我，我顶多感觉就心酸的。参像伊即摆年岁囡仔，是上爱甲大人生奶，也毋过，堂堂伊就体谅我。做体贴我，伊知影我这做姑姑的人最辛苦的，所以从来都唔捌甲我吵过。虽然讲堂堂，这就讲到爸爸妈妈的代志，也毋过，我常常看伊一个人，坐咧点点拢唔讲话，毋知敢那咧想啥同款。成绩得好好，伊嘛最少甲同学来往，也毋过我知影，我知影堂堂的心肝内一定最想爸爸妈妈，伊是你惊讲讲出来，互我这个做阿哥的烦恼，所以讲堂堂，伊叫你担心。看到我艰难，谁就唔甘。你敢知啊？你在酒店上班。堂堂哥喊你细汉，伊唔捌代志，我唔敢甲伊讲。对啦，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哦。其实堂堂伊足惊催婚的咧。要唔过我唔知是安怎，伊今日煞甲你耍甲遐尼欢喜，我感觉最意外。有影，我唔知影要安怎陪囡仔耍呢。啊，不过我看到糖糖哦，就最想要甲伊耍的，可能是我甲伊有真有缘啦。我想你不都应该要，我来去煮物件。我跟你斗相共，免啦啦，都讲好我要请你，你只要坐一家等食饭就好啊。那你就麻烦你啊。免客气，进去就好啊。
我拄仔实在有够好笑的，拢互王翔拍到安尼啊，还阁有啥物面通好去记住的？刚才把我准备看到，那无在伊女朋友面头前看到我这么狼狈，敢毋是就悲哀？无酒杯那只重哈？啊，无啦。啊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啊？阮那是跟你大做伙，我来看会敢袂来？会用一个，用一个，当然会用一个。哈，会用一个，恁请我进去，我开你车。哦，来来来，进吧进吧。哎，啊，光头白鸡都在灌酒。看你这办事。敢若有代志哦？无啥啦，哎，阿弟最近压力较大啦，饮点仔酒啊，小放松一下啦。放轻松嘛，无说饮遐尼济吧，哈。啊，对啦，阮二姐咧？哎，二姐啊，伊出去咧。出去啊？去倒？哎，伊无甲我讲啦。无甲你讲，哎呀，我感觉你怪怪哦，啊，讲话安尼顿的，啊，厝内我安乱糟糟。恁冤家哦？无啦，哪有啦？无。我甲你问二姐。哎，二姐，二姐免卡，免卡。陈总，恁二姐已经买。别接你的电话啦。嗯，安怎讲啊？啊，不给啦！你二姐是搞冤家问掉啦。你是伫冤啥啦？啊，嘛不是啦，啊，你今日刚阮董事长啊，为新加坡转来台湾的公司顺势业务啦。阮董事长是一个真古某的人咧，因为我无想要回参遐讲。我和我家己的女朋友去摆公司做我家己的特别助理，所以我们才叫恁二姐讲，这两天叫伊休困。想知影恁二姐，就因为安尼无欢喜，搞冤家啊。真是是安尼。哎呀，文杰，啊，恁二姐这种性地你嘛知影啊？啊。好啊，你甲找转来，我当面问我清楚。我嘛唔知恁二姐去倒位呢，是的啦，唔知去倒位就无需要找啊，紧去找啦，我来等你。我你等我一下，我跟我姐来耍，哈。要讲，问看你气消啊无？会用转来啊无？你即摆讲话口气，是安我转来互你拍一个较稳。你后头厝的人拢找去我家来啊，我变哪会敢去对你安怎？你即摆讲啥？我计即摆人伫咧咱厝。你别骗我，我袂互你凊彩拐两句我就转去。我是骗你要创啥？我即摆人伫咧房间，文计伊人伫咧客厅。你若不相信，我把手机啊摕回去，跟你讲。伊要创啥？我明仔会知伊要创啥。你若不回来，文杰伊就要留在这不走。
安尼真好啊！你著甲伊讲，你伫新加坡叫我无见啊！我是安怎互你这精神欺骗感情的？先互你糟蹋到这么凄惨。好啊，我若真正甲文杰讲这个代志，你是给麻烦的啊？安怎？你惊？你惊我有偷厝的人会替我出气？我是惊恁老头厝的爸母会砍你啊！丽芳啊，咱两个斗阵这段时间，虽然恁爸妈拢无甲你联络，也毋过因拢有叫文杰常常来看你，迄就表示因阁真关心你。即摆老因知影你的情形，因一定真替你烦恼。你敢要回两个是大人，规日咧操烦？你即摆是咧威胁我？我是咧替你设想，那无我规去甲文杰讲讲的，我嘛无必要伫遮安尼甲你讲讲遐多啊。你好，文杰已经知影咱两冤家啊。你到底是甲讲这要创啥？我无甲讲无影子，因为已经知影咱两个人有问题啊。严哥甲讲。咱两个是因为我无让你甲董事长见面，所以才冤家。丽芳啊，你若唔转来，每家人若阁安尼继续问落去，我真正是无法度阁甲伊讲落去啊。所以，我才等于替你讲白菜，让你伫个新加坡有好囝，伫个台湾，阁有一个地下夫人。你爱我处理新加坡的代志，你莫给我一点仔时间啦！你若唔转来，我甲文杰交代袂过，结果是恁爸妈拢知影恁的代志，安尼唔来，因两个人为你烦恼。我看，我连新加坡的代志拢唔免处理啊！好，我即马随等你。又联络到王乐姐，伊那到即摆拢未转来啊！啊，林乐姐应该连伊都搞啊！来，饮一下咖啡，小等一下啊！免，等乐姐转来，我先问好清楚，我再决定这杯咖啡，我是要饮掉，还是倒掉，还是讲花你的味？文杰，等来。乐姐，大哥，文杰已经在家等真久啊！你是来创啥？我来甲你看看，看看啊！啊，不过我真着急啊，唔知哦，你伫冤家，所以我一定问清楚啊。我无代志啊，我本来休困，你会当走。二姐，丽萍，那何生啊？我，阿叔哥喊喊。你怕我姐哦？不给，我不怕林二姐。伊面拢乌青，你讲无啊？我真正不怕林二姐。那是我两人在冤家的时阵，我甲伊杀走伊无细腻去弄掉的。安尼我有拳头，卖无细腻去弄掉你。这件啊，毁了一个婚姻，破坏一个家庭，搁把我一怪出来，跟你大做伙，为着两位啊，为着二姐，全部拢进来，就是希望你能好好对待二姐。你干嘛呢？你刚去阮家，刚把酒就是醉，是我刚嘛替你讲话，结果呢？你竟然跑二姐啊！不给，
我对你二姐去搞到去死，我唔对啊！了哥，是你二姐去搞，逼到我失去你哋，所以我才会出手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怎么失去你，我嘛是你阿公。而且，我出两张，阿公。没，你是要拿我爸妈，侬知影哟？阿公，你咪准多少？ 这个代志我跟你无唔对，是我先起心动念冤家，代志过了准拄煞。你真正要准拄煞？你不可是道理才会做，莫着拍假哦。我给，我给，我对你二姐去搞道歉，是我唔对，还讲欠你保持。 以后这种情形，袂阁再有机会失败啊！你讲对唔起，你是唔是阿囝啊？上岸的虚情假意，我办公了无唔对，你都是予人昧信任你。包括把你看做你敢有一个社会，照这情形看起来，真正真不行，何去要着啊？王文杰，你有替我出几多啊？你先等起。 你要继续留下给我糟蹋了，你头家你报警，以后我照顾我啊！有什么照顾你啊？向光头不是无？二姐，我要知啊！伊到底为什么代志跟你拍？伊把我跟你当做丢见面。 我无欢喜，都该冤起来。我唔相信。对安尼啊。那真正有咧种小可代志，都甲你拍到安尼，安尼后盖，拄到嗰个大条代志，你真个莫甲我来食走啊！我着甲你讲过啊，这个代志我嘛有唔对，我以后家己会较细腻，袂阁发生这款代志啊。二姐，你的信任也是有遮尼好就好啊。看来当。 好啦，我跟你代志，我跟你会做哩。你莫留伫厝内底给我无想，看爸妈替我偿还，你会当走啊？二姐，我感觉你有代志先问我，你甲我讲袂要紧啊，你免惊伊对你安怎。我都甲你讲，我无代志，你伫遐闹个，我有代志才欢喜先。你先回去啦。 无爱理我，唔管哪事代志，一定甲我讲知无，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搁甲对我是安怎，你绝对真歹看。OK。我先，我想来当，有代志一定甲我讲知无。 莫甲爸妈讲我的代志。刘，新加坡的代志还袂处理清楚进程，你莫甲我讲话。 要回去啊！哎呀，差不多要回去啦。啊，若无真正后悔，滚哦，免阁臭头去。啊，你若是惊伊了，过去莫回去就好啊。嗯，要安尼啦。搁敢若讲哦，我对迄厝嘛有责任啦，哪会讲哦，甲因某囝逐日毋管啦。啊，毋过你到底是要忍耐到什么时阵啊？10年、20年，还是30年？顶阵我去恁店的。
看了慧君啊，把伊当作是下手人，拍起拍倒，我实在足生气的。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阵啊？有当时啊，查某人唔得爱靠查某人的欺骗。安怎欺骗？家己也开拍是毋？所以就是暗算，好带青云套房，带一世人。你安尼逼我，等到我来遮压力吼，愈来愈大。安怎啦？生气还是毋？煞煞气啊！生气是有啥物路用？非得你关心的，就敢若恁厝的口罩。毋是安尼啦，你对我来讲吼，甲因同款重要。无同的是，我爱顾虑着。阮是大人的感受啦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要回来啦。哎，啊对了，啊我尼姑带。你是有够无头神的，拄则你毋是囥在袋内底啊？吼，真正是真嘞，平常时遐尼寒吼，拢袂记囥在袋啦。好啦。我先回来哈，好好休困，莫在乌白想啦。好啦，开车较细腻哦。嗯。建平，你袂用搁多拼，我一定爱你做一个选择。你创啥啦你？这么晚才回来，我叫是你做死在路边啊嘞！我这摆不是回来。啊，这摆回来敢会伤早哈？天都还未光嘞，哪会早？你莫甲急脾气哦，搁耳仔拍来嘞。我倒啦，大概回来，咱妈甲你冤家，我无放较轻松的，会冤袂煞啦。你若莫迄逐工哦，甲你迄弟兄我弟出去花天酒地，我哪会甲你冤啊？遵命。好啦，今生辛苦啦。西装穿几年啊，没得洗，好上洗啊。哎，阿哥，今天来。哎。哦，明古带乌白客。你过来。志祥，是谁啊？你莫甲我讲这是我的啊！你讲，倒一个查某的？可是啥啦？要困啊啦！你甲我讲哦清楚哦，这是谁啊？到底是倒一个给你请的哈？你莫太大声啦！妹妹给你吵起来啦！你看，我咧怪伊啊！黑建明啊，你今日若无甲我讲哦清楚哦，你想要甲我行出房间门哦？讲，啥的？我真正唔知是要安奈藏在我迄搭底仔内面啊！你莫甲我装笑的哦！你硬去倒哈，甲向社会讲我清楚。啊！我想起来，一定是笑了啦！伊甲公孙笑啦！伊笑了是啥？笑了一个朋友啊！哎，拄啊，因今仔公司食饱个，啊去酒店耍拖。啊！大家拍房的时阵就开始闹啊，可能是吼，我讲要回来啊，因就超过甲我创掉，甲迄酒店查某的鞋啊，藏在我那袋仔内面的啦。哦，啊！你搁真贤算嘞哈，算到连那酒店小姐袂你甲藏落，刷来嘞。刷来，哎，刷，我根本就唔知影啦。我就讲我赶要回来，因就安尼甲我创掉啊。你有够可恶嘞！我伫厝做牛做马，做甲拢无休困哦。你真可惜嘛吼，去外口甲占酒店泡的马，无怪哦。最近开始遐尼上重哈，你老实甲我讲哦，
你有伫咧外口，甲我包是手念查某啊？有无？讲话啊！无讲话吼，表示讲有啦。我今日哦，绝对哦，不要你亲像亲像。好啦好啦，你别提毒贩啦你。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啊几点啊？囡仔讲无困。你是搁在玩啥啦？三更半夜你尿到大细声，啊囡仔唔骗我困。无啊，啊你爸母是安怎做的啊？拢见面啦，妈你看啦，我伫见面那底下来吼，找来这查某人是咩啊啦？见面啊？啊这是咩啊？对头来。我甲慧君解释过啊啦，迄阮朋友吼，搁我去酒店做托的时阵，因甲我创治的啊，藏在我那底下内面，我才知影啦。妈，你莫相信伊的鬼话啦，骗鬼袂食水啦。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伫外口吼，甲别个查某聊乌白来？无啦妈，我若真正甲酒店小姐乌白来，那会讲甲甲酒店查某的媳妇藏在我那底下内面，倒来互慧君来掠包哈。慧君啊，见面安尼讲嘛有理啊，有理无规矩啦。伊若先连伊去酒店啊，就表示有问题啦。好啦，我即忝个，无爱甲啰嗦啊。妈，我先挂啦。哎，你莫走，来见面。好啊啦，慧君啊，啊真正要冤家，互隔壁村民知影讲哦，你翁仔某常常半暝冤家哦。妈，最近见面哦，真正耍到无赞无赞啦。我今仔日哦，若无好我甲教示一下哦，后盖巧到的，就是小姐来看啦。伊这个门也有较超过啦，明仔吼我才甲念啦。用念的无效啦，上好的办法哦，就是钱甲锁掉的啦。啊，搁有哦，袂让乌白出门的啦。好啦，明仔我才甲讲啦，叫伊一礼拜吼袂用出门。安尼吼送货的代志吼，你才去请一个临时工啦，安尼好无？我知啦，妈，我若无用哦，你爱替我顾着，绝对袂让伊走出去哦。我知啦，妈，我这届是看你的面子，才无跟伊计较哦。伊若跟我聊过一届吼，我绝对要让你有煎皮啦。紧阿囡仔困啦。见面明明讲今仔会过来，哪拢还袂看到人？敢讲慧君有发现迄双丝袜，佮见面玩佮真厉害，煞害伊唔敢佮来找我。我来遮尔懵懂，做即款戆代志啊！见面若因为安尼唔敢过来，我是要安怎？你伫看啥？办公室了解一下，看出系有问题无啦？唔免啦，慧君哦，拢交代好势啊，啊各方会发落。你哦，乖乖哦，踮喺厝诶，即礼拜哦，拢莫出去。妈，哎，无闲诶啦，安尼，啊哥即摆哦，拢顾咧拍啥物 PSP 啦，遐工课交互伊，我袂放心啦。我叫你坐，你就坐啦。妈，你遮尔歹要创啥？我是为着你好呢，昨暗无好加载哦，慧君哦是甲你冤冤的，着准拄煞。啊，若无哦，干那迄条丝袜哦，恁都已经离婚嘞。你这几天哦，好好踮在厝里反省，皮哦白卡安尼啦，莫搁出去啊啦。哎，我刚刚去吃便所嘞。你爱拿头底一个朋友联络，你莫遮尼搞多疑啦。
明去死啦！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吼，不要再看到我来找建明啦。那我知影吼，我就去跟你老爸，我就做生理啊。不是你来试看麦？喂，讲话啊！我咧创啥？下狗啊！我挂电话啦。哎，拄则迄个谁啊？那爸爸刚挂我电话。你讲骂个会牵丝的，人无甲你因哦，已经真有风度啦，佫挂人挂你电话咧。伊若敢带你去找昏迷的吼，我着甲你一个较有诶啦，看伊佫敢来招无？你是脑刷未啦？你一定要甲朋友得失了了，你才甘愿是？你我拿头得失的吼，莫搞也好啦。哎，你拄啊好就好啦，你甲我关咧厝，不准我出门，佫不准我甲朋友联络，你是甲我当作犯人，啊，所以啊进监禁。谁叫你家己啊？要算甲咧无赚无赚？建明啊，你有影算了有够超过呢，啊，慧君都已经给你机会，啊，这礼拜后你就好好踮咧厝里反省，莫再出去啊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妈，我这是食马牙啦，啊，有啥物了不起的代志啊？啊，进前伊常常走出去应酬，要到三更半暝才回来，是安怎伊闲我就袂呢？我应酬哦是忝到要死呢，啊，你应酬哦是去酒店做啊，到做啊真下气啦，你要跟我比？好啊。无以后吼，应酬我咧去啦，啊，我来猛男夜店 happy， 你看安怎？好啊，做你去啊，看你啊去地吼，随在你欢喜啦。好啊啦，愈闹愈离谱呢。我唔是恁老大，我是不好啦，我是犯着第一条，你一定要甲我关咧厝诶。你真是遐尼爱出去？迄本来就我自由啊。好啊，遐尼爱出去吼。安尼啦。哦，等下，来，阿妈妈抱啊。来啦，哈你爱出去哦、喔，来，妹妹抱来。好嘞，好，妹妹乖，好。回去注意风声。啊，注什么风声啦？注胃感冒的啦，什么都唔知要讲做爸爸。安那，带妹妹注射就袂。好啊，你乖乖在厝。哦，我去，在外口有够肥哦，看下在厝和你妹啦。晓得嘞。慧君啊，啊你袂甲建明做伙去哦、喔？我干呐住一个预防针尔，啊，搁爱两个大人安尼教你去哦，免啦。啊，建明哦，若真正要带妹妹去酒店哦，随在伊啦。唔该，会记嘞，过年要到啊啦，家你遐往过六个，爱会记讨红包呢。慧君啊，啊你唔是讲哦，要甲建明订两条，啊你搁放伊出去？安呐。建明，咱今仔带妹妹去酒店哦，会用笑死。你敢知啊？昨下我回去的时阵哦，竟然把你的西皮啊，放在我西装的落袋啊内面。哎，是啊，哎呦，那才无说你啦。啊，慧君敢发现？就是有啊，唔只昨吼，迄玫瑰暗呢，今仔吼，佫无爱互我出门。啊，冤家遮厉害哦！你敢有甲伊讲咱的代志？哎，啊，这种代志哦，怕死嘛无闲讲的。伊计是讲吼，我是去酒店。我就顺伊话讲吼，是朋友甲我创滴个啊。那安尼，那无代志啊？那无代志，伊阁讲吼要甲我关一礼拜呢。加在吼，伊叫我带妹妹出来吼，注意风声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嘞啦，拢是我失主意，才会惹麻烦啊。无啦，是我家己无说你，甲你也无关系啊。啊，以前你要登记进前。我拢会替你检查，想袂到昨昏一个失主意，袂记检查，就发生这款代志。哎呀，我哩也无代志啊啦，不管吼美梦未啦，伊也袂当安怎啦，免烦恼这啦。啊，好啦，莫讲遐个无欢喜的代志啊。你来看，
妹妹哈，一看到你哈就足欢喜，一直咧笑咧。你看一看。哎呀呀呀，表姐表姐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家己阿姨无吗？哎呀，妹妹啊，哎，以前拢是阿姨在家你照顾的呢，伊替你吼洗身躯啦，泡牛奶，甲你换着煮啊，你会记袂？嗯。妹妹有影高高追的啦。以前啊，我上大的愿望，就是当有一个圆满的家庭。我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感恩嫁囝。大家啊，能听到伊的笑声，看到伊的笑容。结果所嫁唔着人，所有愿望拢乌有去啊。好啦，你莫阁想遐有诶无诶，我家己真艰苦啦。我大家一个人关在家，当然乌未乱想啊。我最近吼，常常咧想，假使妹妹若是我的查某囝，毋知偌好。安尼，咱一家伙啊，三个人，等于逐天无烦无恼过日子啊。啊，你莫艰苦啦。嗯。你若真介意妹妹，无安尼啦，以后我较常带妹妹哦来遮陪你啦，哈。啊，不过安尼敢好？安尼我才有借口通出来啊。嘿嘿嘿，对吧？那呢哦，以后你就常常带妹妹来遮耍哈。对啦，我之前哦有买一个娃娃俾我妹妹呢，今麦拄好摕出来互伊耍。你遐拄好遐，你甲我摕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好。哎呀，这个。阿姨，买这个你孙哦。阿姨，上面这个我来。来。耶。看。哦。妹妹有好朋友哦。小熊，小熊，来，你好朋友啊！啊，身高够欢喜啦！啊，系啊啦，被煮红虾时间已经过啊！啊，你唔是之前先带妹妹去煮好啊？无啦，我知影你敲电话来，出门就先挂过来，他真正害啊啦！啊，既然时间超过，无连工再搁去啊，你应该留倒来食饭好啊啦，哈？袂呢啦，我已经出门真久啊啦，若搁留来食暗顿，我回去就歹交代啊。哎呀，乖乖乖！来，再放假哈。好，该再来等哈。拜拜。我先来等啊。卡斯里啊。阿姨拜拜，阿姨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。啊，晚安。拜拜。建明无，我唔知呢。啊，今摆袂转来？无啊，我拄困醒，又无看到伊个人啊。啊，几点啊？五点外。这暗啊？啊，住一个城内住遐久，啊是搁走去倒去啦？真牛呢！带妹妹后仔就去摸飞啊，敲电话门口。哎呦，你是搁在骂谁啊啦？啊，大门口就听到啊。你走去倒啦？我带妹妹去煮龙虾，去对。骗笑的，煮一个龙虾煮啊久，你带伊去煮大档的啊，还是带伊去酒店啊？拜托的，五点外呢，酒店哪有开啦？你若无去别位哦，哪会这毋才转来？啊，无怪回军会念你啊。我嘛就想要较早转来啊，啊，不过人足多啊，我排队吼排到足长的，等下我强要困去啊。排遐久哦。啊、有住着无？无啊。啊，住倒啊？加卡。有卡无啊？哇，卡足厉害。哎呦，可怜咯，受伤呢，打针痛痛哈。安尼以后吼，妹妹就唔惊感冒啊哈。哎呦呦呦，可能巴肚枵啊啦，泡牛奶好食啦。哦，乖乖乖。乖哈。
你安那？嗨，你讲袂听呢？迄规工就住厝的，若毋是咧耍这 PSP， 啊，若无就关住房间，住咧上网，甲你个网友安尼住咧看，安尼住咧看，啊，这是有啥物好耍啦？这规……哎呦，啊，这红啊，佫敢若真个咧，佫敢若真是人咧，佫袂歹耍就对。袂歹耍哦。嘿，对。我煞袂记得，我佮你耍惨咯。我拄仔伫外面吼，有拄着你呾注意啊啦。啊，伊讲哦，要甲你介绍一个女朋友。伊讲迄个查甫囡仔吼，生做阁水，还阁乖，啊，看你要去遐看者无？嗯，妈，你安尼讲，袂输要去动物园看猫熊咧。来先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